看看新闻网。11月14号，为期两天的上海川沙中学的秋季运动会在激昂的音乐声中拉开了帷幕。运动会还设置了趣味性项目，运动会中还有教职工比赛项目。运动会上大多数的工作人员和裁判都是由学生担任。上海川沙中学校长徐忠新表示，这个赛场将是川中作为市高中体育专项化教学改革试点学校后的一次大阅兵。通过这次运动会，同学们意识到在高中阶段不仅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优良的成绩、深邃的思想、优雅的举止，更应该具有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